全球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慈济新闻深度报道，我是赖瑞玲。在温暖的家里，您可能感受不到寒流的威力，但是对许多物资相对贫困的人家来说，要过个好冬却是相对的困难。因此许多的慈善机构纷纷选在冬天来进行物资的发放以及关怀。而早在1969年，佛教慈济克难功德会就有了第一次的冬令发放。然而回首当时，其实正言上人和那个时候我们的精舍师父们，其实物资相对的仍然非常的困乏，因为心中有众生，不忍众生苦。有了第一次发放之后，年年的冬令发放一直延续到现在。这种种的因缘和温馨的故事，今天我们一一来检视，一起来看。从花莲到台湾，从亚洲到南非，无论亚裔、美洲裔、非洲裔，不同种族的人们在寒冷的天气中相互传递温暖与关怀。台湾 Buddhist Luchi Foundation。大家好，谢谢你的祝福。2013年，慈济基金会的冬令发放遍布五大洲，在21个国家进行，受惠家庭超过12万户。纵然时间、空间、人间不同，但是发放的物资中少不了一件相同的东西，那就是毛毯。而慈济冬令发放的缘起，正是从一床毛毯开启了不间断的寒冬温情。气候非常的寒冷，但是人间有温暖，而这个温暖的爱其实都是点点滴滴累积而成的。如何开始的呢？今天非常感恩我们静思精舍的德慈法师来到现场跟我们分享。师父你好。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感恩师父。师父啊，不仅是很关心每一年的冬令发放，当然更重要的是也身体力行啊，发放了好多年，一直陪伴着我们。那另外呢，是我们宗教处的明春师兄，你好。你好，主持人还有全球的观众朋友大家好。似乎温度这样跨得很压平，你看哦，现在全世界都在做冬令发放跟关怀啊，但是大家会很好奇耶，影片中说到啊，慈济的冬令发放是从一条毛毯开始，这个故事是安怎讲的呢？一切都是拢因缘来成就，因为伫咱旧历吼57年啦，民国57年迄当阵，咱的第一次的冬令发放吼，迄都是咱华人有一个蔡秀梅师姐吼，伊都有去咱精舍遐看，迄当阵早期的生活就是真刻苦。咱在破病时啊吼，真正拢无棉被好厝啦。哦。嘿，嘛家的棉被都是拢人回收迄个布吼，咱去抽丝，安尼来做棉被安尼，所以伊看到安尼就不忍心，就去买毛毯，高级的毛毯哦。迄当阵买有12领，讲买互咱舒服吼，甲咱这個。出家众要互咱用安尼，咱上人看到吼，遐尼水的毛毯吼，伊讲咱出家人袂当安尼享受啊，哎呀，就讲这吼，即卖要冬令发放吼，咱好在艰苦人啦，所以把遐物件吼，互艰要发放，互艰苦人，毋过。迄当阵12领尔无够，迄当阵咱个感恩户有差不多40户，有40户，所以才无够，才阁买来添。安尼第一次就是阁加即个毛毯吼，第一次因户因只感恩户。原本是要给师父用的毛毯，恁就唔讲得着啊，就是爱送给照顾户，和照顾户来用。是啊，师父讲咱出家人吼，拢会当忍咧苦啦吼，艰苦人无就是无吼，
啊，咱唔安尼享受，咱都是爱护这艰苦人。嗯，所以是有功德会啊，在补上哦这个不够的数量。啊，迄时阵啊，除了毛毯，啊，够和照顾户什么样的物资咧？咱啊过年的时阵吼，发放的物资拢特别增加吼，较丰富。平时哦，发放因的米、甲钱，这是大家话拢有。但是冬天救济时阵，咱都是搁予伊衫，啊，甲食的，啊，甲用的，就是日用品哦。啊，衫就是拢买新的给因啦。是。嘿，啊，那学生吼，咱就是学生的制服，啊，拢给伊量身裤，拢新鲜吼，去到每户吼，啊，去量身裤，啊，提起吼，拢会当足实用的，袂讲伤大领，伤细领。啊，了后咱就搁食的物件，就是油啦、吼面啦，啊，过年用的像冬粉啦、吼黄耳啦、金针啦，吼这。过年会当互因用诶，啊，那是日用品，都是讲洗面诶，啊，咧爱杀蚊啦吼，啊，起锅啦、面巾啦，哦，这日用品诶，咱事足事毕，拢想甲足周到，家庭爱用诶物件，啊，拢总爱系互因诶，嘿，啊，食诶吼，搁用诶，啊，搁穿诶，拢有。但是师傅，我就感觉就奇怪呢，毋是有就好啊，但是师傅讲清楚，毋是。有哦，搁爱好诶物件，这是为虾米咧？伊说我爱尊重啦吼，咱唔通想讲伊艰苦人，啊，都清清菜菜。伊讲就要当作咱诶长辈时代安尼共款吼，咱物件要互伊，就是爱恭敬心。唔通讲清清菜菜，啊，尤其是包装吼，嘛上真足用心，亲身教阮讲，咱都爱安怎来包，啊寄到位才袂破去。因为咱互伊诶日用品都是讲有杀蚊粉啦。啊，咱食的是有面啦，即吼，你若是讲配到位吼，啊，讲破去，掺掺做一伙吼，安尼吼，惊讲伤着因的心，讲啊，咱都是艰苦，啊，互人帮忙，你看安尼，亲亲，即寄到位都袂用，所以真正上人拢足用心，亲身吼教阮打包。哇，所以凡事都是上人亲力亲为，师傅也一起投入。当然，师傅提到的这份。爱以及感恩还有尊重，通通都要把它打包起来，然后能够让他们可以感受得到。啊，当然嘛，就重要呀，不是只有来提物件，各位大家做会围炉，哇，这个也很不容易啊。因为其实师傅们那时候生活很困苦的。是啊，啊那是冬令花饭哦，真正都要加用一寡物件啦。啊，书就是讲普通有的老人吼，无家里是谁哦，啊过年哦。人看到厝边兜个囡仔大细拢转来，啊，老人也感觉着讲内心足凄凉吼，啊，足艰苦啊。啊，所以师傅毋才讲吼，咱着办桌过年，咱着办桌吼，啊，请只阿公啊、阿婆因转来吼，啊，转来围炉啦，啊，互因内心袂当感受着讲，咱虽然是无是谁，不过嘛有师傅你甲咱关心吼，啊，办只钱少互咱过年，啊，咱转来甲师傅围炉，哎，上日着是拢真正想甲足周到。嗯，感觉就是家人的爱，一家人的那个凝聚感，对对对，哪怕是孤老的人，我们也给他这份爱的关怀。是，当然这样子的爱与尊重关怀，从静思精舍开始延续到现在，全球都开始推动这份爱的力量，可以透过。爱的传递的过程里面更可以感受得到。接下来我们带您来看的是在福建的连城，它在经过大水之后，慈济人冬令发放没有忘掉他们，而且还提早的在秋天的时候就开始做入户的关怀。我们就先透过一下这段影片来看在连城的发放。持续进入秋天，寒冷的冬天即将到来。厦门慈济志工奔波近百里，来到连城县进行冬令发放的出房准备。一踏进门，马老奶奶的愁容就让人不舍。这八十岁了，怎么可能怎么办？今天一天在那个地板上滚，就拉也拉不动。这是他挂心的儿女，40岁的女儿和53岁的儿子都身有残疾，无法打理自己。志工没有犹豫，第一次见面为女儿擦脸换衣，老妈妈十分感恩。奶奶，你真的是菩萨，你照顾她也照顾得很好。挥挥手，哎，挥挥手一下，挥手，再见，爱你。原本哀愁的家有了笑声。
吴老奶奶也盼着幸福能到来，已经七十多岁了，沉重的家她硬撑着。媳妇没有媳妇，儿子没有儿子，把心。儿子第五次入狱服刑，媳妇早已离家出走，两个孙子现在只有吴老奶奶可依靠。那把你带瓜的，是什么意思？根本是我会很乖的。入户走访，看见的竟是人间最无奈的苦。志工勤做记录，更不忘关怀慰问，期待一点一滴的爱能够扭转阴霾的心情，看见身旁温暖的笑容。如果没有走入社区，又怎么会看得到这些暗角里的需要呢？当然，慈济人除了送来问候关怀之外，也要为冬天即将要进行的寒冬送暖来做更进一步的准备工作。所以我就很好奇啊，明春师兄，感觉我们的这个入户关怀啊等等，哇，这个规划的层面好像很久哎，就时间很长。你也参与了这次的福建联城发访，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光是在规划面上就做了哪些准备的工作？好的，因为这次是我第四次来参加那个寒冬送暖的这样的一个工作哈，真的是很感恩能够给我这样的机会哈。我们知道呢，这次参加整个的福建的联城的那个寒冬送暖哈，其实我们要非常感恩我们的当地的志工哈，因为早期的时候呢，我们台湾的志工都会过去去帮助他们来策划啦、安排啦，但是呢，最近这几年我们知道呢，我们大陆的慈济志工大家都如雨后春笋这一般的，那么很多人都出来了，所以呢，这整个的活动都是由他们自己策划安排。我们知道呢，在要进行寒冬送暖之前呢，都很多的工作要进行的，比如说我们要刚开始的时候要去出访，了解到这一户他的家庭状况是什么，或是需要的东西是什么，所以我们会进行出访。出访之后呢，我们根据大家他们需要的东西，所以我们来跟他准备，所以呢要筹办一些的物资。物资好了之后呢，我们还要很多的要跟当地的领导啦来做沟通啦，还有厂刊啦。当然在整个沟通的细节上真的是有很多的美感啦，这美感真的是其实在沟通很多细节的啦，是沟通过程当中其实也不是那么容易啦，所以一些志工说真的让这个在整个过程当中也让他们真正能够修到六度万行的忍辱行啦，因为不论说为了要让这件事情能够圆满，所以呢一些困难的事情当然自己就是要克服，对，要克服掉，所以呢真的是我们会想感恩当地的志工，他们这么用心，从出访厂刊筹办物资到整个发放，而且今年的发放除了说定点发放之外呢，还有一个不一样，就是入户发放。入户发放就是让对一些比较孤单的比较年纪比较大的，或是说有残疾的啦，或是说孤儿，这些呢他们没办法亲自到现场来领受慈济给他这份爱跟关怀，所以呢我们就将物资送到他家里面去，一方面也可以能够跟他做一个互动，而且在互动过程当中，如果说我们知道说他家庭的情况之后呢，我们或许也可以把他列为我们之后会再长期去关照的。也因为走入他的家庭，更知道他的需要，所以我们可以更提供他更多的帮忙啊。那在整个入户关怀的过程里，是不是也有让你印象特别深刻的个案故事？是真的啊，这次在整个入户关怀当中呢、真的是有很多的个案是非常感动的，就像我们刚刚播的影片当中啊，这个个案也就是我们这次去入户发放的时候呢，有到他家，这个就是马发现嘛哈。其实呢，他有六个子女嘛，有两个男生，有四个女生，然后其中有一对的兄妹呢，就是从小时候的时候呢，就是因病嘛，那个比较大那个哥哥呢，就是八岁的时候就发病了，然后妹妹呢。三岁的时候就发病了，他们没办法走路，像哥哥呢他走路就是要走很快，而且他是没有踏平的，走三步就要坐下来，因为记得说那天我们去的时候呢，他就蹲在他的家门前，看到我们来的时候呢，就他用冲的，然后用头把那个门撞开，因为他没办法手 去打开，因为他没办法人没有站稳嘛，对，然后撞开，然后呢就坐在地上，然后呢我们看到这个
哥哥的时候，我真的是心里很不忍心。然后另外看到另外一个角落呢，他妹妹呢就是蜷缩在那个角落里面，对，真的是非常的可怜。然后呢，我们的当地的厦门的志工嘛，就是有很多的厦门志工，还有泉州志工一起过去一起协助嘛。我们厦门的志工呢，我看到他就把他抱着他了，因为他那个就是那个妹妹啦，也认得我们这位师姐，他说你是厦门来的。那时候我在场的时候，我听了吓一跳，我以为说他是跟他是互动很久了，然后事后我才知道他是第二次，他第一次的时候是出房嘛，所以让他印象深刻，对不对？是，就能够记得他。然后呢，他就跟他说，因为第一次出房的时候，他就跟他带，就知道他的需要，因为天气这么冷，所以呢，他就准备的衣服要给他穿，然后要跟他擦澡。但是刚开始的时候，妹妹也是很害羞，她说不要不要。他说妈妈生病了，然后我看他心里也是很难过，然后呢，然后师姐就跟他讲没关系，我们都是姐妹，然后那个妹妹才卸下心房给师姐这样安心擦澡。那在擦澡过程当中呢，她觉得很舒服，然后主管会去提醒她不要睡着了，你不要睡着。所以可能她很久没有清理她的身体哦，真的是。然后她说像哥哥我们一进来的时候，她是说妈妈生病了，住院了。他说他们好多天没有吃饭了。然后师姐很需要慈济人，对，然后师姐就赶快去用我们给他物资的米煮了一些稀饭给他吃。然后吃的当中，他说都没有味道。因为他家里没有那些油啊盐啊来做佐料了对啊，那只有稀饭而已。后来我们就想说去厨房里面去跟他找。然后也厨房也没有什么东西，后来有一些盐巴，就加一些盐巴。所以从明春师兄啊，他的虔诚可以感受到这个寒冬送暖有多重要啊！当然，送过去不是实质的物资而已哦，还有那份爱的力量。而上人呢，其实也在每年到了岁末的时候，都会关心到这一群需要帮助的人，也期待所有的慈济人要把握因缘，把握付出的机会，能够付出你的爱心。我们来聆听这段上人的开示。刚刚也看到了，在大陆里嘛，慈济人呢，现在冬令，冬令的时候呢，他们呢很辛苦，现在呢要到农历年才能结束，一生一生呢，就是不断的分省分县呐，对吧？按你一生一生的进行发放，看到了他们还是呢春夏秋冬，这一群菩萨呢时常投入在深山里面的老人家，他们都常常去关怀，在冬令发放，很熟悉哪一家需要什么物资，这一家需要但是人不能来，他们呢都会送到家。看到大陆啊，任何一省的慈济人，他们的行动整齐呀，不畏惧辛苦，这也是在修行。他们呢，方便于人间呐，任何一个角度都可以去投入，实在是人间菩萨道。菩萨在人间叫做皆有情，看看多温馨呐、啊！这种爱的能量哦，这是慈济人呢，同样叫做修行，只是呢工作的内容不大一样。那感恩大家用心用爱啦，过年的新历年呐、啊，我们总是呢要很扎实的
思考了来年呢，我们新的一年要怎么走，还要呢准备了迎接旧历年的来临，我们要如何呢对自己的生命开始规划，不浪费时光，步步踏实，这就是我们送旧迎新的方向。贵年呢很重要、哦、重要在我们的人生规划的机会。好，很感恩呐、啊，那祝福大家哦，新历年过年平安快乐，健康吉祥，感恩。需要除旧布新的不是只有环境哦，还有自己的内心。似乎现在就是新年头古年尾的时候，似乎也来勉励一下大家，鼓励一下大家，给大家一些祝福。好，祝福大家现在新年头古年尾我们恳请祝福大家健康平安啊，福气增长，吉祥如意。嗯，哇，这是最好的了哈，健康平安，然后还要能够再造福人群，非常感恩师父啊。当然，每一次的见苦之福，就是要让我们更加的把握。明春师兄，我想你的新年新愿望，好像也有很多你要学习的对象，是吗？是啊，真的很多是要我们学习的对象，就好像上人说啊，普照道长就是在众生的苦难当中哈、就是在我们在黄堂的黄宝照堂当中呢、就是有看到很多的惠安的女人，她们都是很勤俭，她们都会绑着一个头巾呐、其实她们都有她们自己的故事啊。这次入花旺的呀，其中有一个我们的一个菩萨是哈、我们到他家的时候呢，他是个铁皮屋，而且很窄小的铁皮屋啊哈、然后我们有当地的一些志工一起去，是穿那个迷你袈裟。那个背心的志工一起去，在互动当中呢，他真的是也是非常的感动，因为从来没有那么多人到他家来关心他，所以他也非常的感动。而且这跟他互动的当地的志工呢，自己也是相当的感动，因为见苦之福嘛，所以希望他们慈悲心。因为那天的天气是蛮热的，所以他就要这么热，是不是要跟你要加装个喷洒器呀、对啊，喷洒器，但是没有自来水，要怎么装喷洒器？所以他就带我们到旁边有一个。锅件，然后说对，应该要加装一个自来水，才能够装那个喷洒器。所以呢，这也是带动他们几个呢，要帮助他们，去带动爱的循环、善的效应，真的是非常感动。这次的冬令发放让我能够见苦知福，也让我见证上人讲一句话，他说：“富在深山有远亲，贫在闹市无人问。”哇。这句话真的是很深刻的体会到寒冬送暖的意义了。今天非常感恩师父的分享，也非常感恩明春师兄，谢谢你。爱需要不断不断的扩散开来，也期望有您的付出能够造福人间。感恩你今日收看，也祝福你有美好的一天，再会。